现在我们要去喝咖啡喽，去牛奶喝咖啡，哈哈，牛奶咖啡一级棒，好喝。我们去牛奶喝咖啡，来这里喝咖啡。三兄弟来牛奶，最大的豪哥先到喝咖啡，好多人啊这里，尤其是那样贩特别多。很好哦，他生意特别好啊。很好生意，你们家的咖啡都是那边的奶卖啊。对呀、啊、你看那个牛奶呀，人像多少，那么好啊，不奶呀呀，好的，好的，那个鸭冠和那个烧肉很好吃，还有那个什么呢？鸭冠生意这么好哦。买最大的我们喝杯咖啡，好的。搞搞这个搞，我们咖啡的狗屁哦，很好喝。这边咖啡不错，好喝，大家看一下。